晚上好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给自己说声辛苦，给你们也说声辛苦。同步微博，对，太晚了，我微博应该还是明天早上发，对，今天早上发，晚上好。对，我就播10分钟，现在是07分，好，我17分钟下播，因为我妈妈已经催我睡觉了。谢谢吃猫宝的10杯奶茶。我妈妈已经催我睡觉了，因为我明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。睡得到，这是几个小时？4个多小时。我妈，我爸来接的我，我爸没有被吓到，我爸习惯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从小就这样，就是以前二次元玩 cosplay 就这样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到上海了哦，动态比照片还帅，谢谢，照片还是 P 过的呢。对，过年熟悉的地方，后面还是两缸茶叶。对，然后我的这个这个喧嚣的声音挨着机场，其实也并没有挨着机场，就是那个就是。就是感觉离机场还是有段距离，但就是会有那个飞机经过的声音。谢谢紫一宝的奶茶，当多了个儿子，儿女双全嘛，不是？赚了，怎么想想怎么都是赚了。谢谢戴宝的99个一元棒，谢谢剑客宝的奶茶，对，就10分钟。也不准备睡了。其实我刚刚也在想，我准不准备睡？因为如果我只有一个人的话。肯定是不准备睡的，因为我怕我起不来。但是我妈啊，我妈，我爸妈，我等会跟我妈一起睡，她能起来，我肯定就能起来啊。因为她起来了，肯定会把我薅起来。对，播一会儿，主要是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样子啊。谢谢狮子宝的巧克力，谢谢张张宝的奶茶，谢谢小熊宝的奶茶。不用赔罪，不用赔罪，赔什么罪呀？谢谢12宝的巧克力，耳环我在三福买的，我在三福随便拿的，就是我今天去春熙路，语气也变了，因为我声音本来平时就比较低沉的那种，然后我男装我就刻意一点，哇，谢谢日宝的皇冠，谢谢，不愧是陈。闭嘴！谢谢皇冠，谢谢熊巨宝的10朵花，谢谢深深深宝的一元棒，谢谢深深深宝的一元棒，谢谢风雨宝的玫瑰花，妈咪的佛偶我也看到了，谢谢深深深宝的一元棒，谢谢优乐宝的一元棒，谢谢 F 宝的奶茶，懂了成都的梗。成都，说2个字我就懂了，都不用说3个字。看到两位弟弟了，对，我之前还说插队什么时候男装公演啊？然后说插队没有男装公演，插队男装公演没什么看头，是吧？结果来成都男装公演了，这个妆是吗？对，化妆嘛，我肯定还是很有研究的啦。然后我这次化妆也有研究一些男 idol 的妆容。这个发色短发还可以，我觉得长发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自己 hold 不 hold 得住。没，什么回家啊？我跟我爸一起回的家。上次男装还是拍那个化妆间，拍不得了化妆间的时候。蹦起来的舞是哪个舞啊？谢谢乐乐宝的奶茶，乐乐的奶茶，以为是男生，哈哈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生妆这么浓，睡不着啊，睡不着也要早点睡哦。如果明天有事情的话，要早点睡哦。所以我也不直播久了，看你们现在啊，还有哪些
坏蛋，明天早上上课上班还不睡，活灵活现。啊，我宁愿觉得自己是个弟弟，我也不要承认自己是个零。我是大猛一，我不是姐妹，我不是姐妹，我不是你姐妹，谁是你姐妹？现在不是啊，我把假发脱掉可以试。我也是，就是想着假发，就是戴了一天了，下午我想下午4点多戴上的，戴了好久好久了，戴了好多个小时了。就头有点疼，那么戴久它那个就会是箍的头会有点疼的。然后等会儿反正一直播了，我就卸下来。明天就去新公司报到了吧，加油！对，我今天是儿子，我今天不是女儿，也不是其他什么东西。昨天对，昨天是姐姐。昨天就是软妹啊，软妹软姐，白吗？其实我觉得男装黑也没关系，但我自己的粉底液本来就太白了，所以还是弄白的，爸妈没什么反应，真的习惯了。以前出全职高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没什么变化。全职高手那么多男生就是这样子的。还有4分钟哦。这个还是我今天也是在春熙路买的。它这边其实是个发，是个发。然后那个店主就说，啊，带这个，就是说带这个去打麻将。发发发！但我不打麻将，但我觉得这个罩头很不错，我就买了。下次见面就是五一了。但下次，谢谢落寞宝的奶茶。但是下次出现在你们面前应该还是很快的。对，微博啊，还有其他什么的都会发的。反光会被偷看。救命啊！这是个阴谋。谢谢西蒙堡的奶茶。哦，对，昨天的指甲我今天都没有卸啊，gay gay 的。五一见了。哎，我刚刚在车上。啊，串儿！谢谢 Hugo 宝的奶茶。串儿，你还没睡啊？这个头发是假发了，肯定是假发了，肯定不是我的新发型啊！是今天那个巡演男装厂的假发。你以为我换发型了？我是有多么想不开，我不想干了吗？我换这个发型，我要真换这个发型，我的粉丝得受多大刺激？你们受得了这种刺激吗？你们受不了，我觉得。谢谢橘子宝的巧克力。哦，有质问我，昨天没有，昨天直播我还说来着，我说我爸妈就是，我本来都有点紧张的，但是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，可能就是蛮，可能。可能他们心里明白了什么，但是并没有问我，不知道。也不是习惯了，不是习惯了。我爸妈，你平时也不怎么看我们 MC，而且我们平时 MC 哪有，就是像昨天不直播，还有今天不直播那样的，没有没有。合影嘛，明天会发的，明天早上会发的，今天早上会发的，不过真的，我爸妈还蛮那个的，就是蛮开明的，蛮开放的，
不是老古板。谢谢伦宝的巧克力评价，明天在车上跟他们聊一聊。这两天跟他们见面都太晚了。谢谢健康的一元棒，谢谢猪仔宝的花花。我爸妈这是第二次看公演，他们上次看公演还是就是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了。谢谢小狼宝的玫瑰花，哎，是不是到时间了？要不再聊一小会儿吧？爸爸妈妈不要不相信我，对，我刚刚也想跟你们聊一下这个。谢谢龙宝的花花。不是，因为最近可能就是学业还有工作上的双重压力，然后我刚刚跟我爸也在车上聊这个，我说我最近发现做一个事情真的要专心做，不然两边都做不好。谢谢 Hans 宝的奶，不，我的巧克力。对，然后就我爸妈开明归开明，但是就还是觉得，小樱桃妈啊，是我妈妈今天中午在攀枝花，新鲜摘的，对，在后台给很多小伙伴吃，然后还剩了一些，谢谢十二宝的巧克力和奶茶，巧克力奶茶。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哈，我自己是觉得，确实是，就是如果是两件事情你都很想做，你觉得你这辈子一定都要做的话，应该先做一件事情，再做另一件事情。但我现在也就是可能还要思考一段时间，我到底先做哪件事情。我觉得详细的可能等回重庆了再开电台，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互相聊一聊，或者你们最近有什么困惑也可以跟我聊聊，我们互相当对方的那个叫什么情感电台，情感解答电台，当彼此的树洞，对，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也可以翻牌，也可以翻牌告诉我。网易云来点音乐呀！为所有恨执着的痛，哎，不错，错频道了。假发，那你们快去私信官博，插队什么时候男装公演啊？我们都想看，插了那么久了都没有男装公演啦。我觉得我所想做的不是兼任能解决的，因为兼任也是一边上学一边工作。就我觉得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不是及格线以上就好，我可能对自己要求是很高很高的，就是可能要触碰到那个天花板的那一种。谢谢紫怡宝的23朵玫瑰花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 CKG 男装公演的时候，也是大半场男装。反正我觉得吧，我还是觉得就是，反正我刚刚跟我爸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就是团，就不就是跳舞的，就是吃青春饭的，你那是你做再晚，你做到30岁之后，你还能干嘛？很现实哈。谢谢春水宝的奶茶，
男人观也很吸粉，确实，但男人观也确实就是他要那种偶然，偶尔，真的是要很偶尔，他也不能经常搞，经常搞了就没有新鲜感了，要隔蛮长一段时间搞一次，就很惊喜。对，所以读书很重要。我对自己就是也是就是觉得就是还是想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考一个理想大学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所以还是最近还是在纠结先做哪件事情，因为都要做，因为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就要把想做的事情都做掉，不然的话，不然的话最后一刻总会觉得哎呀，好遗憾呢。谢谢鱼子酱宝的巧克力。对，我之前也想过考研，但是考研的话，如果要考研的话，我感觉我现在就要结束，我感觉我现在就要就是结束在这里的旅途了。如果要考研的话，好了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快睡吧，晚安。拜拜。